我这个人妻朋友就跟我们讲说，因为他前男友太大了，他是讲说因为他会痛，那个叫不合啦，是嘴巴痛。然后他后来，他就是他现在这任老公，就是在一起之后，他才发现哇，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这么 size 刚好的人。真的，在换男朋友这方面来讲，女孩子比较吃亏。就比如说男生哦，你交过7个女朋友哇，那你经验，你现在将来一定会对女孩子很好，一般都会这样，因为你了解女人，对不对？但女孩子，我交过8个男朋友，哦，你哦，这么多，你技术应该哦，交八个，变技术了。请问小小鱼，什么事情不跟大家聊？绝不聊。情事，感情的事情。除了感情之外，还有刚刚真的男生有讲对的，就是我们闺蜜之间不会在男生面前聊性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女生自己聊就好了。怕男生觉得你们太需要。什么理由？我乱想那个怎样？哇，那样这样。因为之前我有个人妻朋友，然后她跟她前男友分了之后突然闪婚，然后但是她每次就是带她未婚夫来跟我们一起出来的时候，她未婚夫都在，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办法问太多，说哎，你为什么会闪婚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就是甩了前男友，然后这个就讲要结婚这样。后来他们结婚过后没多久，有一次终于她老公没有来了，是终于就是我们一群女生了，终于可以聊了，然后我们就问她，结果这个人妻朋友就跟我们讲说，因为她前男友太大，他是讲说因为他会痛，那个叫不合啦，是嘴巴痛。然后他后来，他就是他现在这任老公，就是在一起之后他才发现哇，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这么 size 刚好的人。后来他们就闪婚，就结婚，是这个原因，为了这个事情闪婚。对啊，他就觉得，所以前一个老公他叫不敢，所以赶快这个叫不敢是什么？太大了，哎呦，没买啊。不用表演，不用演，对。那男性朋友他也不会跟他前男友。你刚刚演的好逼真，我们都觉得我有画面，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在你的身后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巨大的你的太阳公公。我很爱诠释这种剧情。对，因为你在播的时候那个。刚哥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不能跟他聊情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专心。哦，会不专心听他在讲什么？战斗服装？对对对，没有。但是我们闺蜜之间就可以这样跟你聊聊，就不想聊了。我们没有，我很会聊天。我们企鹅型，对，我们坐而言不如企鹅型。没有没有，专注力会没有没有。你们是不是没有在听我刚讲的故事？有。就所以，我这个人气朋友，她当然不能跟她前男友讲的原因是这样，所以她就跟她前男友分手是说个性不合，她是这样讲。可是问题是，聊这个像这种，如果说。那个前男友听到，他一定，好，那就走吧，因为是骄傲的。可是万一你们聊是那种，为什么跟他分开？因为他这个，太，我不知道他已经，你知道，我已经为什么不开始，他就洗澡了。这种对男生来讲就是反而更那个，这很伤哦。那个人气朋友他本来想要暗示他前男友这件事情，他就有讲说他觉得有一些老外都太大，然后不舒服什么的。但是他前男友根本不会知道是要讲这个事情，他不会知道是在暗示。就男朋友很高兴，老外算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打败无敌手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分手这样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讲男生不行，那个伤害更大。起码这个个案那个男的是骄傲。对，骄傲。我才说，他说那你走吧，我不要耽误你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找一个松一点的。我说那个，我说接受度稍微宽松松一点的，包容你大爷，包容，包容，对。哥是传奇，哥是传奇，好不好？传奇，孤独的，找一个，对不对？包容度大一点的，他跨出也，对吧？是，比较好聊天嘛。跨出看到抬杠。可是，虫虫，你认为说女人聊起性事来很恐怖？女人聊性事是这样，我认识有很多朋友是这样，就是他们不聊的是很保守，像小小的他们绝对不聊。那有一种是哦，他傻傻的，他一聊就会。惊为天人那种，什么都讲，但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有一次我们几个大家有男男女女在聚会，在吃东西，那他都没有发言。那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，然后大家在聊，那聊的东西还算比较粗浅啊。你那女交新男朋友啊怎么样，合不合啊什么啊？你交新女朋友怎么样啊？你们啊好像很黏你哦，什么什么。就突然大家在聊到说，哎呀，好像有一点谁跟谁刚开始在一起，然后就有做那些事情这样。突然那个很有气质女孩子一开口就问，哎，对啊，那个。
你们会不会觉得那个男生的那个液体很像，味道很像漂白水，所有人就傻眼。不是，你个人有自己试过的？不是不是，是那个女孩子，她开一个口把所有，就是我的意思。因为我刚看你脸很认同的呀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你的会吗？我觉得有点像脱毛的味道。就是当下我们所有人闭口五秒钟之后狂笑，包括女孩子，就是为什么那个女的就看起来很有气质，然后从头到尾都不太开口，但一开口就一个惊为天人的。而且女孩子私底下在聊这种情事的时候，比男人聊的还要深入，而且还要疯狂。你们会最疯狂讲到什么？我这个昨天你知道被打枪了，这样我们只会聊到这边，因为我们都很有面子。对呀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小康你怎么讲这样啊？我不讲。我们以前在喝酒的时候，你怎么开黄腔？哎，今天走回家了。太晚了。中午的行李是要先收身吧？要收身。为什么？不需要。哔，太大罐。太大。哪有？我的背带。好，先看护照。好。哇，护照哇，不得了 ，LV 的哈。啊，是 LV 国那个，这个嘛，对对对，这个这个。哎呦，你这个是修容修的啊。在画吧。这个是干什么？这是一门艺术。哎，如果心里没有艺术的人，没有美感的人是看不懂这幅画的。哎，你知道它是孔雀，对不对？孔雀。那他是他就是因为我到外地啊，然后都有想念家的感觉，然后我家住内湖，然后这是很像我们家后面的 view。哦 ，view， 你家后面的 view， 哦，那你家那边细菌很多。细菌的，对啊，是细菌啊。虫，不是，这是花花草草那个植物的概念。OK， 好，所以我就是到外地啊，然后。住哪一个房间，我就把它摆在那边，就有家的感觉。你这是用来干什么？按摩的吗？这个叫做腿缝神冰。你闻这个话有台湾大车队的味道。对，好像台湾大车队的味道。台湾大车队有味道。还有健奶器。这不是，这是夹在腿中间的。这不是挂上面的。然后自己夹在腿中间。夹在腿中间，然后那个。坐车有空档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夹夹夹，就是腿可以比较紧实。对对对，你看这 size， 你看看，哇塞，哇，这个 size 还得了？你这么多巨人，怎么那么凸哈？哇塞，哇塞，有有你要吗？哇 ，size 差太多，差太多。你用过吗？还是穿过了？穿过的。这是泳装啊。不是，这个是内衣，然后这是泳装，这样这个泳池边都这个才是泳装，这才是泳装，这才是泳装，对，这裤子什么款？裤就跟这个是同样的，这是那个 Victoria Secret， 就是那个牌子，哇，下重本哎，啊， Secret 没有嘛，在国外买那个才300块台币。台币假的，真的奥莱买的，奥莱，奥莱啊，很便宜，非常便宜，比台湾便宜。出国去奥莱买东西可以便宜很多，对啊，对，而且那款式很时尚，是是是是是是，我们试穿一下，现在就不看，我觉得时尚，先不要，就到国外好买。